OK， 好，谢谢老师邀请啊，这样子介绍，对啊，那，很高兴能够回到学校来，然后我刚刚也提到嘛，我是志工毕业的，刚刚在楼下看到志工周，对，就是感受很不一样啊，之前就是我们在办，然后现在，那个盛况跟以前，就是会有一些感动，对，我叫郭介新。可以叫我小新，叫我小新学长，对，都可以。哦，那我这边先大概做一个自我介绍。对，那刚刚提到嘛，我也是淡江人呐，啊，哦，所以，好像是昨天还是前天的新闻吧，说小麦到这个学期就结束了。那个小麦，那个，对啊。对，大家比较少去的。对，就是那个那叫什么啊？那叫贩卖部是不是？对。那你后来又增加了几个点？对对。小麦是就是原来做商业。对，我们之前我们都会去那边啦，所以就是有点感慨，然后回来去看一下这样。OK， 那其实我志工毕业。然后又志工研究所嘛，所以其实我一直在专攻技术，哦，都是在技术领域技术职的部分。那，为什么我会去念 EMBA？ 其实有了技术，后来在想要往管理走，哦，到一定的阶段。好，那管理的部分还是有这样的需求，所以我又去念了管理，我到了成大念 EMBA， 啊，管理的硕士班。那，我一开始认为说我自己的管理的知识不足，啊，我只有技术，但是如果要接触到管理面的话。啊，我可能就是跟人家比起来，我的知识是不够的，所以我才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进修。那进去之后发现呢，啊，其实，不管是哪一个领域，对于，谢谢，喂，对于逻辑其实是一样的，只要逻辑观念好，你套用到商学院、文学院，哦，工学院，其实用逻辑的方式去理解所有领域的知识，其实会是比较轻松的，而且是绝对是可以应用的。哦，所以其实逻辑很重要啦。对，然后我相信在做工学院，应该逻辑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啦。哦，那，在各种领域里面啊，其实。我一直都是保持学习的态度，因为我相信就算是在座的学弟妹，一定有些领域是我完全不懂的，我也要需要跟大家学习，所以一直用学习的方式来在这个职场或者是这个人生路途上去做一些进修增长自己啦。对，那我想调查一下哦，就是，即将毕业，应该这学期吧？这学期即将毕业的，可以帮我举一下手吗？就应该是大四或者是研究所嘛，对吧？那有要继，应该是说不继续升学的举手，帮我想调查两位。我为什么会这样问吼？就是其实一直以来就会是，有一些观念啊，就是毕业之后就要再继续进修，对，大学毕业进修，或者是可能硕士毕业再继续进修之类的。那我们现在其实在一个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领域，我们在探讨一件事情，就是，大学毕业有了专业知识。进到职场后，有一段的
的业界的历练再回来进修，第一个你会比较有感受，哦，那第二比较容易学以致用，而且会用会做的会比较好啦。我们现在看起来是这样，所以其实，我不知道在这边讲好不好，就是我们比较鼓励学弟妹大学毕业之后先进入职场，再去思考你的方向，或者是未来的充电还是什么的，对，因为，学以致用这件事情啊，我是这样在想啦，就是我发现很多其实念完之后出社会做的工作跟学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对，那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不能说是浪费时间，但是你可能是就业之后你是兴趣还是什么，对，这每个人不一样，但是就是我们现在在公司啊，在 interview 一些新鲜人的时候会有发现这样子的状况，对，那他可能对于技术还不熟，那就必须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在公司里面做适应，对，大概会是这个样子，对，所以对大家如果说你可以思考一下啦，就是刚刚有几位嘛，就直接就业，对，那可以试试看，再思考一下有没有机会再做，再进了职场之后再回来充电。OK， 那大家看到吗？对，这张照片是我在纽西兰攀冰河，对，这个不是攀岩，这是攀冰河。那教练是跟我说，我们是垂降下去到一定的高度之后再往上爬，下面教练是跟我说下面还有三四百公尺啦，对，我也没有下去，我也不知道，哎，所以就从往这个地方往上爬。好，那其实我是要说，其实我本身是有很有冒险的精神呐，对，我是很敢冒险，但是大家看我其实觉得我是保守的。对，为什么这样讲吼？我从我经历开始讲。我2008研究所毕业，你们知道2008发生什么事吗？金融海啸，对，金融海啸的那一年我刚好毕业等于失业，真的找不到工作。那我的第一份工作其实是那时候是第一届的研发替代役，我是第一梯，所以那时候的一些办法其实都还不成熟，那时间到了我还是毕业，我还是要去。结果从成功岭受训结束之后，公司因为经历金融海啸，但是他跟内政部签约了，所以我一定要进公司。对，那我进去之后，其实公司就给我一些文件看，就是看文件，然后其实 coding 他也不太要我做啦。对，我的感觉是一些公司的 know how 他完全没有丢给我，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在这里面待了半年，对，不出我所料，他跟我说，因为金融海啸没有办法再支付我薪水，我必须离开这间公司。对，那我为什么会选这间公司？其实我在这边做韧体啦。那我在资工里面学的是软体，那我那时候在想啊，就是我会软体，我不懂硬体，不懂韧体，也其实没有用，对，是没有办法运作的，所有的设备都要硬体配合软体，所以我选择了韧体的工程师。结果后来离开这边嘛，离开这边我还是要往，可以接触到硬体、接触到设备的方面走。所以我后来进了神通，好，那边能够让我碰到软体，哦，碰到硬体设备，甚至到系统。我在神通做的是我第一个案子做文湖线，现在的文湖线，之前叫做内湖线跟木栅线嘛，好，那时候叫做内湖线跟木栅线，
要会分成两件事情，一个是新建的内湖线，内湖线的新的车子，车上所有的东西，包含对讲机、摄影机，然后跟轨道耗资的沟通，好，但是我这边在负责的，整套列车里面所有的通讯设备的整合，好，那另外一面木栅线，木栅线的车子当初是法商马特拉做的，但是新的内湖线的车子是加拿大商庞巴迪，那两套系统绝对不能通嘛，对，所以我们又做了旧车的改装，做系统整合，把整条线整合起来，做成现在的文湖线。对，我在神通大部分，应该说全部啦，我在神通做的全部都是捷运的工程，好，包含我后来接了一个我第一个的计划主持人，那一个案子是把台湾的第一条线，第一条捷运线，淡水线的第一批列车，车上要加装监视器，要加装紧急按钮，对讲机跟萤幕，然后连接到捷运的中控室。那一个案子我记得总价值大概4000万，对，那从头到尾只有我一个人做，对，其实可以学到很多，但是也很累，对，因为我进去之后，我接触的东西跟我学的，这样讲，刚刚讲的一定会有软体跟硬体，那我做的是整合，所以我很容易，因为我资工背景，我很容易去跟软体去沟通。我可以去跟软体沟通，因为软体部门的人没有办法糊弄我，所以我有办法用专业跟他沟通，那他也比较信任我，把案子做起来。系统整合最重要的是沟通，对。那我在神通其实学了很多东西啦，好，那主要是系统整合自动化这部分。那我离开神通之后，我跟老板讲，因为那时候也大概30岁，我跟老板说我要去澳洲。再不去我就没办法去了，所以我就跟老板提离职。我带了大概就订了机票，带了现金大概3万块台币，我就飞澳洲待了2年。好，那其实这是一开始是只是一个我的梦想，我希望在国外做一个生活的体验。那没想到一去就是2年，对，那就是不好意思，就。一个经验啊，那多一些回忆，你也知道，澳洲地广人稀，所以其实会跟台湾会完全不一样的文化跟观念。对，这如果说有机会去国外去生活的话，可以尝试一下。那从澳洲回来之后，我到了群光电能。我从澳洲回来找工作，我就在想我能做什么。我之前做的是韧体，是自动化。那我回来2014年其实智慧建筑的这个观念还没有那么的普遍，但是我却在履历上写我要做智慧建筑。因为我认为我做了一些自动化，其实自动化在工业自动化开始已经执行了30-40年，都在做自动化。那为什么不能把这个自动化放到建筑里面去？所以我直接在就是去 survey 一些事情 ，survey 一些知识之后，我在我履历上直接写我要做智慧建筑。那群光电能它本身是做 power supply。做电源供应器，做 server， 做 PS 或者是 Xbox 的电源供应器。我想说他为什么打电话给我？我想说这间公司跟智慧建筑完全没关系啊。对，那人资打电话给我说他们要做智慧建筑。对，我上网查也查不到，
我就半信半疑，我就进去了。毕竟其实公司也不小啦。对，我进去之后，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把群光的总部大楼去拿到智慧建筑跟绿建筑的最高等级钻石级的标章。对，所以进去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他找我是为了要做这件事情。我当初进去的那一个部门只有六个人，包含我只有六个人，我们要把总部大楼的这些智慧化全部做好。对，那现在其实应该五六十个人啦，一个部门。对，那我等一下会讲内容的时候，我会细讲群光电的那部分。好，那大概两年前我离开群光，对，我自己成立了公司，跟朋友合资一个公司，做的是智慧建筑系统规划，然后我们的产品是电动窗帘。对，待会都会介绍到。OK， 那在群光我刚刚讲的嘛，就是我的首要任务是智慧建筑，就是那一栋总部大楼的智慧建筑。但当然不可能，公司不可能成立一个部门只做自己的智慧建筑。结果后来之后就是完成了之后，我们还做了微软在板桥的一个四层楼的办公室，他们是做整个智慧办公室，包含能源管理、空调。好，那鸿汇广场到我离职前，我在做的规划是台北双子星的智慧建筑。对，台北双子星应该今年会动工啦。对，新闻应该有看到的话，好，在台北站旁边双子星大楼，好，是就是台湾的门面的。好，我离开前是做双子星的设计。对 ，OK， 好，那我大概是这样子简介一下啦。好，那我们进入主题的话，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觉得智慧建筑是什么？有没有想法？什么叫做智慧建筑？有什么想法吗？从你们的角度里面有没有想法？就是为了一个中国式的学校。然后可以借助去达到省电，然后绿能的效果。OK， 还有吗？有没有什么想法提出来都没关系。我觉得智慧建筑的定义没有这么的清楚。好像因为我觉得有几个要跟智慧建筑有关啊，智慧建筑、智慧家庭啊。对吧？所以试试看。可以依照室外的环境进行内部的调整，像是可能外面湿度比较高，内部可能就是自动开启加湿机这种之类的。OK， 对，都对。还有没有？有吗？还有没有？试试看啦。还有没有什么想法？没有。智慧建筑其实刚刚提到的其实都对。好，智慧建筑一开始提出来的时候其实很天马行空，人家都认为说这些东西都不可能做到，但是慢慢的都做到。所以学弟妹提出来的任何一件事情我都不会说是错的。说不定未来的某一天是达到的。这真的没有一个定义。那刚刚两位学弟提到的其实对，就是蛮偏向工学院的想法。好，那很多人在讲说，智慧建筑是什么？有飞行船啊，然后人都走在天空上。对，这个我没有说它不对。对，但是这个当然这未来是有可能会发展到这个样子。对，那其实刚刚讲的嘛，就是外界联动内部，或者内部联动外部，其实这个联动的功能其实现在就已经有了。那很多人的观念还是停留在这边，
啊，就是可能路上很多机器人啊，人可能服务员是机器人之类的，用这样的方式去思考智慧建筑、智慧城市。好，那我们还是必须先拉回现实面。什么是智慧建筑？现在在做的智慧建筑是有哪些功能，或者是，要往哪些方向？一定会有一个宗旨。好，我们先看一个影片。不懂。等我一下哦。不出来。因为我忘记它，还是要把它切换过去。嗯。我来变。播不出来。切换到原来桌机那边。到桌机。你把忘记它。哦。可以播了吗？Smart, to be honest, and that's because if you think about the way technology is so prevalent throughout our whole lives, it's really difficult to imagine why it wouldn't be more prevalent in real estate, in the way we design, the way we build, the way we operate, and the way that we occupy. It's inevitable. It is the way of the world. We are moving into a fully tech-enabled digital era.And we will need to be ready to adapt and change as it comes. It runs through everything from conception all the way through to delivery with user experience running all the way through that. We're a very data-driven culture, you know, and a lot of our insights and the decisions we make now are based on the data that we receive. Technology is changing commercial real estate.At a very fast pace, allowing us to fundamentally reevaluate not just things like productivity, but importantly,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buildings. I mean, at the end of the day, a building is a living and breathing element. While it's defined by concrete and glass, it's what is inside on a technological basis that will define its performance and customer satisfaction. Smart buildings really, really matter right now. We're just coming out of the end of a global pandemic, and actually I feel more comfortable if I hav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environment that I'm working in. And so ultimately, the sort of building that I want to be working in, you know, is a smart building. I call COVID the great accelerator. And I think real estate, which has been maneuvering its way through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been accelerated dramatically. And if you think about the need for
contactless technology moving forward, the ability to communicate with tenants and employees in a more seamless way. We need to have a conversation, a digital conversation, with literally everybody who walks in that building, whether they work there, whether they live there, whether they are visiting. And that feedback loop through our phones is what is becoming, you know,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terms of the granularity of data that we're able to collect.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users want to be able to understand occupancy levels through the building and air quality in those areas in order to safeguard their health and well-being. Smart technologies enable us to leverage machine learn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se parameters and provide this information to users. The role of the office is completely going to change going forward. In the history, we would go to the office to do work. Now, today, we can do work everywhere. We will come to the office to communicate, to be part of a culture. What's enticing me, what's encouraging me to go to the office? And so we need to have buildings to give you that excitement, that feeling that I can control my destiny with my mobile device, with my tenant app, that this building really cares about me from a health and wellness standpoint. Buildings have a tremendous impact on the world's climate. The construction and real estate industries account for almost 40% of total worldwide carbon emissions. Different technologies play a key role at each stage of the building life cycle. They help us become more efficient, reduce waste, and save time and energy. All of this cannot be achieved without technology. And it's there where smart buildings have a big competitive advantage again. By collecting energy data, optimizing the usage of energy, water, whatever consumption, we understand what's really going on there. We need to have sustainability pulsing through everything in our company. We have an ambition to be net carbon zero very quickly. We expect that of our landlords, and if we don't get that, we're going to demand to move to different places. We have to start with a shared mind, which comes from a shared purpose. And needing to truly create definition around what success looks like. What are the standards, the non-negotiables, that we should, as an industry, align around? You can't have these developments built in a silo anymore. You have to have strong partnerships with key partners from your engineering teams, architectural firms, audiovisual, building control integrators. It takes a huge team. Nobody can do it alone, and it's going to be necessary to work together. It's great to see the industry come together and really attack these issues and provide a ever better workplace for our customers. Okay. 从影片里面你们有看到哪些东西吗？这个是2022的发布的一个影片，好，那再讲一下，就是全球的一些不管是四大会计事务所或者是IT 的系统整合的，他们认为智慧建筑需要往哪一个方向去进行。那我刚刚讲提到2022嘛 ,2022 其实就是疫情期间。好，那在疫情期间做了一个调整，疫情期间很多人就是待在家。所以在这段期间智慧建筑有做了一些调整。那在之前的智慧建筑，一开始的智慧建筑啊的诉求会是在便利、自动化，好，那所有的控制的部分都交给建筑本身去做执行，好，那这个是之前的想法。那慢慢的时代的演进，现在的智慧建筑还是在一个发展阶段，但是它注入了另外一个元素。我不知道刚刚有没有看到，它智慧建筑除了刚刚提到的便利性、自动化的功能性以外，最终要做到的是净零碳排
ESG 的节能永续。哦，现在整个趋势会导向这方向，其实也没有错，只是之前没有着重在这一块，之前只着重在功能面。哦，那其实就是净零碳排、节能减碳，一直都是现在是全球的趋势。哦，那要怎么把 ESG 放进智慧建筑？哦，那现在的定义，哦，大家在过了这个疫情之后，大家再重新定义这一件事情。那里面还有看到什么？其实最大的其实一些数据，然后用数据来做优化，所以其实智慧建筑是一直在进化的。哦，那另外就是智慧建筑本身不是一个人、一间公司能够去完成的，它绝对是牵扯到所有的系统整合。哦，所以系统整合这件事情会，我们会在后面会一直去接触到。啊，那最终它就是要做到净零碳排，做到节能，然后做到把一些比较 routine 的事情去简化，变得是有效率的。哦，那其实影片看完了，全世界都在做智慧建筑。哦，美国、欧洲、新加坡、中国各地都在做智慧建筑，但是每个国家的对于智慧建筑的定义都不是很，不尽相同啦。哦，美国认为说整个建筑包含营运啊，你字不知道看不到啊，我大概念一下，就是建筑设备服务。营运管理四个要素，好，那他就会把这边做整合去做智慧建筑的评估。那欧洲可能对环保比较有需求嘛？那其实说所有的环保生命周期，整个的配套，那新加坡对于安全、保安、消防，好，那各国都有他们的标准。好，那以台湾来讲啊。是因为台湾的科技技术，哦，其实算是领先的。那我们要导入一个标准，一个资通讯的标准，然后导入到整个智慧建筑。那其实全世界都在做这件事情，但是你会发现每一个国家的诉求、每一个国家的重点都不太一样，但是不可否认是大家都在做智慧建筑这件事情。好，那最终都还是做到节能永续啦，但是没有个标准。但是我现在已经有一些以智慧家庭的联盟，哦 ，Apple、Google、Amazon， 还有那个 ZB Alliance， 四间大公司去做一个联盟，他们要把智慧家庭、智慧家居的设备、智通讯统一一个标准起来，对，叫做 Matter。那现在其实在发展中呐，啊 ，Jeff 版好像今年才出来，所以慢慢的会把家电类会统一，你在市面上买到的家电拿回家就能够导入到智慧家庭的概念。OK， 好，这张投影片我只写了 90%， 你们觉得什么东西跟智慧建筑有关？ 90% 的什么东西有想法吗？行业，嗯，接近。还有吗？物品，90%的物品跟智慧建筑有关。嗯，也可以。还有吗？想法。嗯，就是，所有的事情都会跟90%都会跟智慧建筑相关，是这个意思吗？对。
的人，嗯 ，OK， 算更接近了。好，有统计出来，好，我们人的一生有 90% 的时间是待在建筑里面，很难想象哈。那学校，你是在学校建筑物里面去吃饭、进餐厅、回家，在家里，对。那不管去哪里，你都会进入到建筑里面。所以其实建筑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好，那为什么我们会从建筑去发展嘛？刚刚提到自动化这件事情已经发展了三四十年，在工业的部分，那为什么不能把它用在建筑里面？我们有 90% 的时间在建筑物里面，对，所以不管是生活啊、休闲、工作，好像现在上课都是在建筑物里面。那刚刚影片里面有提到，建筑物不会只是在让我们休息或者是工作的地方，不会只是一个场所，哦。建筑物能为我们做什么？对，建筑物本身它也可以是一个服务的来源。好，那其实1984年在美国就第一栋智慧建筑的诞生。好，那台湾好像也是1986，那到1988年，好，那个 Powell 做一个智慧建筑的定义，但是这个也有一段时间了啦。他说，完全控制自身环境的建筑。对，什么叫做自身控制环境？环境控制。对，就刚刚有同学提到嘛，他去整个建筑物去，讲的比较虚晃一点，一栋会思考的建筑物，他能够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哦，什么时候要开冷气，什么时候要开除湿，哦，哪里的人太多要去驱离之类的，哦，那去照顾到每一个人，哦，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就是我上个月去一间公司参访，那他们做一件事情，影像辨识这件事情其实已经行之有年，其实技术蛮成熟的。啊，那他们做一件事情，我之后有些案子要跟他合作，就是他透过影像辨识的分析去做人的步态分析。他在几米？三十步内的距离就能够判断这一个人跟之前的习惯有没有差异，或者是他做了哪一些变化。对，那这一个在未来的长照、银发族照护其实是非常有用的。对，我只要再入门，因为其实监视器这件事情已经是在台湾已经是很普遍了，啊，各地都有监视器。那我们怎么用这些监视器来为大家做一个服务，不会让它只是去录影、去监看人们的一些记录这样子而已。对，那他用步态分析能够知道，再经过大数据分析去做演算，他说能够知道。这一个人跟过去的三天、五天、七天有做什么变化？那如果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变化，那是不是要告警让他知道？对，那这个就是对人是有意义的。OK， 那这是那个普威尔提的一个智慧建筑的定义。那回到台湾，你去查智慧建筑。什么是智慧建筑？
你会查到很多东西。所以这一页，我不喜欢把字全部放上去，但是这一页我想让大家知道，就是密密麻麻，每一个人对于智慧建筑的定义都不一样。好，我大概念过啊，就是导入第一个啦，导入资通讯系统设备，啊，让环境啊达到安全健康、便利舒适。啊，那也有人说，智慧建筑就是建筑物跟基地的建制自动化，建筑的自动化，啊，从人体工学、物理环境等等，然后建物本身的电器、电信、给排水、空调。好，全部纳进来，达到安全、健康、节能。啊，那下面很多，你上网查智慧建筑，啊，你会看到很多每一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但是其实都没有错，但是你会看到其实它都有一个主轴：节能、安全、舒适、便利，其实就都在放在这里面。那当然，我们台湾比较 follow 一些标章，因为大家定义都不一样嘛，你总不能说谁对谁错，那要有一个标准出来。好，那台湾比较常见的一些智慧建筑或者绿建筑标章会 follow 这几个。美国的 LEED 认证主要是绿建筑，但是它还有牵扯到其他的一些，像是，地点、交通运输，或者是它的材料，哦，绿建筑的材料。那 WELL 认证其实也是美国的一个健康，它是一个健康建筑的标准。那现在其实台湾慢慢的都会 follow 这一些标章，就是建设公司或者是开发商。好，建筑开发商或者是建筑师本身在做建筑设计的时候，就会把这些标章的一些内容、一些评分标准就把它放进去。好，那刚刚提到的群光电能科技是台湾第一栋拿到绿建筑跟智慧建筑双钻石级。好，它从合格级、铜级、银级、金级到钻石级，哦，那是台湾第一栋拿到双钻石的一栋建物。好，哦，那绿建筑本身就跟环境会有最大的关系。好，哦，那我们今天探讨的是智慧建筑。那智慧建筑的领域就很多，哦，它现在分成这八个项目。好，综合布线，我大概讲过啦。好，综合布线把，建筑一定会布管布线，但是每一个系统都去做它自己的布管布线，第一个浪费，第二个耗时。好，那这些其实最终都是影响碳排嘛。所以综合布线，它把整栋建筑物的布线统一起来，一次做。好，那能够整合就整合。大家全部整合在一起，好，那第一个也能够省时间，好，减少浪费。第二，资讯通信，所有的智慧建筑最重要的就是骨干，你要让所有设备、sensor、控制器都能够整合在一起的话，资讯通信是很重要。好，那再来刚刚讲的嘛，我们会一直看到系统整合，因为不会只有一个领域的厂商或者一个领域的公司能够完成智慧建筑这件事情。好，设施管理、防灾、好，安全防灾，其实安全防灾是一直都有在做的啦。那节能，好，节能类似空调耗能或者是太阳能，好，一些绿能的导入，好，那去做整个能源管理。那健康舒适，是当然以居住环境来讲就是要舒适嘛，所以一定会有这样的。那最后是一个智慧创新。智慧创新这一个项目啊，这个评分标准比较主观，但是会一直推陈出新，会有新的东西跑出来。对，所以就是
各位同学，如果有想到什么新的应用，搞不好都可以符合到智慧创新的这个项目。好，那其实标章来讲，只是让智慧建筑的建造者能够 follow， 让他知道能够往哪个方向做，能够取得标章。那取得标章就是要让比较不懂智慧建筑的人能够知道，那这一栋建物跟其他有什么不一样。好，那其实刚刚讲智慧建筑嘛，其实整个智慧化的居住空间，哦，就包含智慧家庭、智慧建筑，那再大一点到社区，到最后的智慧城市。那智慧城市是现在政府一直在推，每年都有智慧城市展。那展览里面，其实智慧城市展就会囊括前面这些家庭、建筑、社区的所有的东西。好，那为什么我们要去着重在智慧建筑？有想过吗？哦，这边我列了几个而已。智慧建筑的内容，其实你往下推，家庭的话，到居住的室内空间，应该算是私人空间，主观性会比较大。对，像你现在其实智慧家电还没有这么普遍的状况下，我们会遇到一些状况。举个例子，我要智慧家庭，我要做智慧家庭、智慧家电，那可能，怎么讲？和联有电视，和联有出电视，它有智慧功能，那我就想用 Sony 的电视，这个主观会取决于有没有办法把智慧家庭这件事情做起来，因为家电本身每一个人的喜好度都不一样，所以其实一开始在推智慧居住空间的时候，最早期大家都认为智慧家庭最好做，包含小米也在做，对。然后 ，Google、Amazon， 大家都在做智慧家庭，哦，甚至更追溯到更早期，华硕、宏基也在做，但是你会发现现在都不见了。对，就是假设我要买一个 sensor， 哦，或者是刚好回到刚刚电视好了，我要买一台智慧电视，你会去买宏基的，还是买Sony、Panasonic 了？对，这个在市场定位的部分，喜好度会很重要。所以发展到现在，其实智慧家庭就是暂时的步调会比较慢。刚刚提到的那个 Meta 的协定，真的发展起来之后，我觉得到时候智慧家庭才会快速的成长。那在这之前，所以我们会着重在建筑本身。那建筑本身，第一个，能够去布建的，因为它都是基础建设，所以都属于建设公司的范畴。哦，不会说是一个住户就能够去决定说我要用谁的东西。哦，那反推，即使完成了智慧建筑，它整栋建筑的，刚刚提到的碳排、能管成效，绝对是远大于家庭。所以我们会从智慧建筑开始做出发、做发展。好，那其实社区就是多个建筑的组合嘛，城市就是多个社区的组合。那加上一些基础建设，啊，一些基本的功能，就能够达到。啊，其实我们公司也在观察智慧家庭这一块。好，那下个礼拜吧，5月30还31到5月30到6月2号，在南港展馆有 Computex，
那以往的 Computex 都会是在，不知道，就是疫情前呐、啊，疫情前的 Computex 会着重在 AI 电脑的运转的发展。那今年的 Computex 除了这些，哦，还有关智慧建筑的一些应用都会在里面，如果有空可以去看一下。OK， 那我们回到智慧建筑的定义。好，这边是我做的定义啦。好，智慧建筑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云端平台跟人工智慧，当然通讯是很重要的。好，把这些东西集中起来，去做一个自动化控制，甚至做到维护管理、设备管理。好，那设备预测维护的部分，我大概提一个啦。我们有做能源管理，我去收集各设备的电量的使用状况，透过电量使用的波形，我能够知道设备的状态是好的，或者是快坏掉。好，透过 AI 去做一个运算。好，那整个空间好具备主动感知、自我调试的功能。那最后还是要达到安全、健康、便利、舒适、节能、永续。好，现在的智慧建筑最终目的一定逃不掉这些东西。好，那这个图啊，你可以看到，其实就是整栋建筑物需要做感知，所以说会有一些 sensor。那要去控制空调、灯光，要做控制。那你要让人家知道做什么事情吗？好，那最后都是透过运算、透过分析。那这每一条线代表的就是通讯。那我常常这样讲哦，你就把智慧建筑物当成是一个人，人要有感知。眼、耳、鼻、口、皮肤，哦，眼睛看到的在建筑物里面是什么？监视器。耳朵，哦，现在其实一些建物里面它都会放一些 sensor 去监看环境，公共区域啊，不会放到私人区域，公共区域会放一些麦克风、监视器，或者监视器本身带麦克风。哦，那鼻、嗅觉现在应用还没有这么大，建筑的应用，对，但是慢慢的一定会导入进来。好，在我在台南的一间八层楼的冰店，那里面就有把气味这件事情放到建筑里面去。嗯，那皮肤就是一些温度、湿度的感觉，人的皮肤就是建筑物的感知。好，那控制要把所有的东西控制，就不需要透过人了，整栋建筑物就能够达到控制。对，那需要什么？需要通讯，需要运算。啊，所以这些领域其实都是智慧建筑里面啊需会用到的。好，那智慧建筑要怎么推广？其实它推广从2016年，哦，智慧建筑标章就开始在推广，哦，那就是一直到现在也快8年了嘛，啊，会继续推广下去。那怎样让这个样子的事情发生在所有地方，让人家愿意去做？因为没有强制，或者是没有一些鼓励，建商不会多成本去多做一些事情。所以其实在政策面来说啊，政府有一些奖励方案，在智慧建筑、绿建筑，这边提到的这个百分比啊，是奖励容积。
讲利容积的意思是，我在这边应该有土木的吗？土木或建筑系的，好不好？他在一定的土地取得成本上，应该这样讲，土地的取得，再加上奖励容积，奖励容积就让他能够在固定的土地去盖更多的坪数，把它坪效拉高。那对于建商来讲，他等于是他土地成本是固定的，那他卖越多，他就是赚越多嘛。对，那以政府来讲，智慧建筑、绿建筑到钻石级最多就是可以拿到 20% 的容积奖励，这对建商来讲会比较吸引。那另外一个就是强制的部分，现在政府规定啊，一些公有的建筑物5000万，造价在5000万以上，他就必须去取得智慧建筑标章。好，哪一个等级他没有很 care 啊，但是他一定要至少合格级以上啊，你一定要去送这样子的认证，他才会让你拿到使用执照。对，那用奖励的，用强制的啊，这边也是，就是新建物不一定是公家案啊，总经费到2亿以上，就要求要通过合格级以上的智慧建筑证书。对，有强制有鼓励，就能够让业者比较积极，至少是主动的去做这件事情。对，那其实为了也不是标章，不是智慧建筑而已，其实是整个地球的节能永续。我们要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净零碳排嘛，对，因为地球只有一个，所以慢慢从这边做这样的改善。就是你刚才讲到的容积率的话，是否是所有的建筑都合格，还是有没有特定的规定？目前它审核就是一定会过是围绕。对，都市更新，他大部分的人他都有办法去取得这样子的一个证书。对，围绕会比较多，那其他就是要看地方主管去怎么去定义容积奖励，因为有些地方其实他不需要容积奖励，或者是他根本没有地方能够再做容积奖励，那这些建案他就没有，他就不会有意愿去取得这些标章啦，其实会有这样的状况。那他会有所谓的上限吗？就是因为我所知道的，有些人的容积本身就高。对。那像假设如果我两个都达到，我加上20%，那会不会后续会合到你们现有的一些法律条文？会，但是容积奖励他是这样写吗？他多 20% 的容积奖励给你，但是你这些容积奖励不一定是运用在私领域。对，如果说他已经超过这整个建物的安全标准，他这些容积奖励他可以扩张到周边。对，以公共设施也算是他的容积。对，会以这样子的方式来做。对，像待会会提到的群光总部大楼，除了本身的基地以外，它后面的那一块公园也是算是建物本身。对，所以其实这样子去推动，半强制半鼓励啦。所以慢慢的，大家对于智慧建筑的会比较有这样子的想法，在做设计、在做建造的时候，就会慢慢的越来越有概念，对。
OK， 那智慧建筑本身刚刚提到嘛，一直都会有系统整合这件事情。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个影片，它讲的是智慧家庭。好，它是在智慧家庭里面，但是其实把智慧家庭去放大，把私人空间或者是隐私的部分拿掉，它是能够应用到整个建筑的。大儿子非常重度，我就觉得天哪，很可怕，因为他整个晚上他都不睡觉，我家装了除湿机。OK， 哎，这个影片是一间自动化公司做的。哦，那是一间Control4 之前做工业自动化做很多，后来他做到影音的控制，那现在做到智慧家庭。那刚刚在里面有看到几个情境在里面秀很多嘛，离开家里，哦，要做什么事情？那他 focus 在节能，离开家里没人，所有的电器设备去做关闭，这是一个节能的动作。哦，那窗帘自动放下来，家里没人，哦，一个除了节能以外，也有安全的考量嘛。哦，那。在影片里面啊，其实你会看到它有一些都是按钮，
哦，就是一些情境的按钮。那最刚刚我们提到的，要让建物能够自身，这个影片是他现在在做的。那未来是不是能够达到我们之前讲的，整个建物或者是整个家庭能够自动感知？对，那类似就是可能环境没人了，没有其他声音，它就自动去关闭，不用到人去控制。那有人回到家，他刚刚是跟智慧音箱讲话嘛？那个 Alexa， 好、哦，阿玛龙的智慧音箱。去请他说哦，我回来了，帮我开启哦，我接下来要做的一些什么事情？对，那有没有机会透过 AI 去做运算？哎，人进来了，你可能要往哪个方向走？哦，因为其实 AI 是一直在做不断的做学习的，它能够去针对这一户的习惯去分析你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先预先帮你做好。对，其实是一定是有机会的。对，那再来就是人机界面嘛，刚刚讲的会有一些人机界面，你比较暗的情境，那这些东西是不是能够所有的东西都不要，就全部靠一个中控，就是一个家庭的大脑去帮你完成？好，这是我们未来想要往这个方向走的。那这些数据、哦、都会记录起来嘛。那其实现在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数据的安全性、哦、这些其实都是个资。对，我前几天上个礼拜有一位学长来我们公司演讲，那他做行销的，然后个资现在大家越来越重视，但是其实有一些事情是你们不知不觉还是把自己的资讯暴露给业者或者是需要的人。好，他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像 LINE 好了 ，LINE at 它有一些商家会要求你啊，你可能加了 LINE at 就给你一些折扣，啊，折扣个9折，或者是50块折价券，啊，一加入，其实在加入的同时，你就把资讯全部给他了。那有多少资讯？你们很难想象啊。其实 iPhone 里面有一个设定可以去看，大概500多项。那你可以去关，你可以把哪些资讯你不要发出去，你可以去里面去关掉。但是有谁会去仔细看那500多项资讯我要不要 send 出去？但是你一个按键说我要加入这个 line at， 你就送出去了。对，那数据它就这样子取得了，对吧？其实现在资安很大家很重视资安呐、啊，但是未来的这些资讯，可能一开始不觉得是怎么样，但是其实它都是各自的一部分。对，那其实我们现在在做这样子的案子，慢慢的会有人会有客户会提出这样子的concern。对，那这个资安的部分肯定要一步一步再做精进的啦。好，那我们刚刚提到智慧建筑，然后刚看了影片智慧家庭。哦，那我们公司从电动窗帘出发，哦，我们做了20几年的手动窗帘。那这所以我们对窗帘是很熟悉的，但是整个环境的关系，我们要把就是搭上物联网，一定会往数位化去发展嘛。所以我加入进来之后，哦，我要往智慧建筑系统整合，然后带入电动窗帘。好，那待会会看到电动窗帘，其实智慧窗帘对于建筑的效益在哪里。好，那其实
再往外推就是弱电工程，弱电工程包含门禁、监控、停车场、网路，这些都算弱电工程。好，那最后当然就是绿建筑啦。好，那我们其实，我们在做我在做转型的时候啊，除了产品以外，我们也做系统。好，那系统部分其实一直我们刚刚前面一直在提嘛 ，ESG 永续节能。好，这是我们公司的宗旨。电动窗帘其实用很久，已经跑了十几年有了吧。好，那一直以来都是遥控器在控制，现在还是绝大部分都用遥控器在控制。那我们公司坚持不要再开发遥控器，人手一机，用手机就能控。对，你家里所有东西其实你用手机就能控制，甚至不用手机，我透过智慧音箱，刚刚的 Alexa 或者是 Google Nest， 那或者是 Apple 是什么 HomePods， 就能够去做到窗帘控制、灯光控制，不需要遥控器。遥控器有电路板、有电池，还有它本身塑料的射出，其实对环境都是一个伤害。对，那好，现在比较好的大概就是，六个窗帘，六个 channel 用一支遥控器，不然之前是一个窗帘就要一支遥控器。对，那其实对环境来讲，我后来找不到那张照片，就是整个垃圾场都是遥控器，废弃的遥控器，那对环境就是一个负担啊，所以我们就坚持不要再开发遥控器，全部导向智慧化。那就系统整合来说，我们能够去跟别人整合，那就大家就可以使用同一套控制器去控制所有东西。好，那其实以窗帘来说啊，这个是办公室，我们公司主要是做 B2B， 是吧？我们只对公司行号。那这是群光的办公室，那办公室员工坐在窗边的员工，他一定想要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同的想法嘛，所以他们就会用手机去控制他窗边他旁边的窗帘。好，那但是总部的老板想要全部一致啊，那怎么办？好，我们能够让员工控制，然后再把讯号拉回去给整栋大楼的中控室做控制管理，所以中控室能够控制，使用者可以依据他自己的想法去做使用。OK， 那这个是我们发展太阳能。好，那像这个是老旧建筑啦，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B 型企业。有上课有教过吗？现在一些 ESG 好 B 型企业去探讨对环境、对人类、对社会好的一个企业，那这个是在台北 B 型企业总部，在重庆南路，它是一个老旧建筑。那老旧建筑它就窗边绝对不会留电源嘛，好，现在新建筑我们都会要求在窗边要留电源给电动窗帘，但是老旧建筑就不会有。那客户又不想要拉一堆电线管线啊，冷气没办法，冷气藏不住，所以冷气管都露在外面，那他就不想再多其他管线，所以我们在窗边给他用太阳能，我们用太阳能的方式去控制，去供给窗帘的电源。哦，那第一个他不用拉线。好，第二个，我们是希望能够达到人人都能够使用到绿能啊。好，多少不是很重要，但是
至少是为地球尽一份心力。OK， 那回到系统面，窗帘怎么去跟智慧建筑、智慧建筑系统做整合？好，我们有一个就是智慧调光，我们有人称它叫做追日系统。我只要知道建物的 location 的 GPS 位置，我就能够知道它四个方位窗户进来的角度，应该说太阳在任何时间的角度，那就能够去用演算法去计算出太阳入射到室内的距离。所以我们就去控制太阳照进室内的这一段距离。好，任何位置任何时间我们都能够控制。好，去依据它太阳的角度入射状况来 做一个调整。好，这是一个缩时录影，我不知道你们可以看得到。后面是高架桥，其实车子跑得很快。好，这是一个缩时录影，在建物的东边，太阳越来越高，但是我们控制，我要让阳光维持至少都要到这个位置。好，这是在东边。那如果是西晒，就会更明显。西晒太阳会一直照进来吗？好，太阳下山的时候，好，那个角度会越来越斜。好，那照进室内的会越来越多。透过窗帘去控制在同一条线上。好，那这个是一个日光的节约，应该说追日系统。那这个系统，我们主推其实是总部大楼，是一个商办大楼的概念，因为它有节能效应，待会后面会讲。然后，我印象很深，我们有一个案子，那个客户是一个企业老板，他住豪宅嘛，然后跟他介绍完，然后说这些都是系统可以导入他的公司，他后来跟我说，我家想要装。我说你家要装追日系统要做什么？对，家庭对于追日这件事情不会这么的 care。 所以我就问他，他就说他家是住豪宅嘛，然后他说我家的沙发、我家的桌子家具很贵，都是国外进口的，不能晒到太阳。对，他就跟我说，我可以导入这个系统吗？我在太阳太大会直射到我的，就是不要让太阳晒到我的家具，不然那个坏掉保养啊维修都很贵，都很麻烦啊。对，所以他就导入了这套系统在他家里面。对，很特别啦。对，那其实我们主推是要推他公司的。对，但是后来他公司 没有用，对，他就只做他家里。对，很特别的一个状况。那以大楼来讲，怎么做去做节能呢？那我们日光进来，去调节日光，就能够控制室内的照明搭配日光。以太阳光来说，室外照进室内的影响大概是窗边往里面推5米内能够去受到阳光的影响，所以就能够去做照明的节能。那以公司行号、以总部大楼来看的话，最大的耗能会是在大楼的空调。好，太阳照进室内就会产生热，那要达到舒适的状况，就必须空调去做热中和。那其实在这边啊，
在这边所耗的能源其实都是浪费的。对，我们那时候就在想，如果用了智慧窗帘，我让热减少，当室内没人的时候，像早上可能六点太阳就升起来了，但是员工还没来啊，所以其实窗帘不需要打开，减少室外的热进来。那当八点九点员工来上班开空调的时候，就不需要太多的空调来去中和在这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之前的热。那我们导入这个系统发现啊，以群光的案子来说，一整年下来大概省了20%的电量。对，那对于整个企业来讲是蛮大的一个金额。OK， 好，那我们讲一下群光，这是群光大楼，地上39楼，地下4层。好，那在这里面我们做了很多东西。好，除了，应该说，它能够拿到智慧建筑钻石级，好，就表示其实它把智慧建筑标章所有的东西都做了啦。好，160分。然后要拿到钻石至少140分以上，所以他几乎都做了。哦，人脸辨识，然后灯控、空调、停车场、照明，哦，所有的东西，然后水系统的控制、空压机的控制，所有的控制都纳进去了。对，哦，那我们针对照明跟空调来看啊。哦，这是空调的负载，哦，从我们数据18年到1月到8月，哦，数据其实都有，这些数据就能够去让演算法去算它什么时候需要去控制空调，什么时候要放窗帘。哦，那这边有看到大概提升了 42.98% 的制冷效益。好，那这个空调啊，群光用的空调是用冰机，好，用冷水来制冷去提供空调。好，所以在制冷的部分，好，在冰水主机在运作会是最耗能的。那透过一些演算法的调配，哦，我们设计出来其实它有提高那个空调的效能。对，那以空调来讲又是大楼最耗能的部分。对，那这些数据其实都必须搭配能源管理系统，能源管理系统才有办法看出变化，不然在这之前你可能只能拿那个台电的电费单来做比较了，那就没有这么的明显。好，那照明来说，好，照明来说，整栋刚看到的群光总部整栋楼，好，有13000盏灯，每一盏灯都透过 ZigBee 的控制，可以控制到每一盏。好，所以阳光章从哪里进来？那个位置就其实就不用开这么多的灯，它每一盏都能够做自动控制。那在窗边，哦，都有摆照度计侦测，所以它可以知道阳光进来多少，我的照明要补多少。以建筑法规规定，办公空间的桌面至少要550 lux， 我没有记错啊，不是500就是550，啊，桌面的高度你必须要维持在500 lux 才是适合办公的环境。那我要用日光还是用室内照明，就由这边来做决定。那可能大家认为就小小区域没什么感觉，但是以整栋来讲，照明耗能降低了40%，以数据来看就
就会差很多。OK， 那有了刚刚讲的嘛，刚刚也有提到，平台也是智慧建筑里面很重要的一环。那平台能够做什么？好，智慧物联平台，我们能够做到，整栋大楼的设施管理。哦，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状况，可以及时的去做处理。哦，那其实就减低了很多人事的成本啊。现在人越来越贵，哦，那这个数字还会再越来越高，因为，一个系统在运作的过程中，一个生命周期到后期，哦，维修的程度会高，那都要派人去检查、去保养，就会耗费非常多的人力。那如果透过平台，事先，如果说真的是没有预测的状况，没有预测的这个机制的话，哦，某些设备 shutdown 可能会造成公司很大的损失。那在这之前能够预警，当然是最好的。OK， 那再就是设施管理嘛，这边可以看到一些费用的分摊，哦。有平台也是一个智慧建筑，现在有在要求了，哦，那刚刚提的那个八项的智慧建筑标章的那个内容，哦，慢慢的会做修改，哦，会把一些整个平台纳入，包含营运的部分也会在智慧建筑里面写入。哦，那整个智慧建筑的数据啊，你可以看到，哦，我们那就是全光建筑那一栋楼，光影像一天就38400小时的影像。那我们那时候在做是2016启用，哦，那时候的影像，那时候的这些数据。哦，到现在来看，说不定还有其他应用可以做。所以我说，智慧建筑只要建制完成之后，有这些数据，它是会可以一直在做精进的，一直在做优化。哦，甚至导入 AI， 能够去做学习。我们那个时候2016的时候还没有，对，没有做 AI。那现在有在慢慢在做精进啊，其实有的数据就可以做很多事情。OK， 然后整个耗能，对啊，最终还是耗能啊，耗能降低了45%，哦，那就是节能永续这一块。OK， 那这是群光电能的数据啦。没有，之前这就是我当初进群光的首要任务，就是把这些东西做起来，拿到智慧建筑标章。对，我们大概我进去的时候，大楼正在盖，然后花2年到3年的时间把这栋楼盖起来，那再花了快1年的时间去取得标章，那取得双钻石标章之后，当年的亚太区的智慧建筑的比赛，群光电能代表台湾去参赛，整个亚太区拿到第一名，拿到就是商办大楼的第一名铂金奖。好，那。那一次参赛的作品，包含那个韩国三星的总部，然后还有我记得是日本的不知道哪一栋楼嘛，对，那群光是在里面就是拿到第一名，对，那其实一直都有在做这样子的 promo 啦，好，那智慧建筑。
智慧建筑标章刚刚提到嘛，政府也在帮忙推，所以这绝对是未来的趋势。OK， 那我们用这张最后一张同一片来大概讲一下智慧建筑需要哪一些人。好，回顾一下刚刚讲的。好，今天讲到智慧建筑的内容，智慧家庭有哪些东西。好，第一个，我一定会有很多 sensor， 很多控制，或者是人的行为模式加进来，我会有很多数据。那这些数据资料，你只是把它记录下来，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好，要的是去做分析，把这些数据做交叉分析，好比对。数据分析，我觉得数据分析很好玩呐。对，我不知道之前有个笑话，就是不知道哪里，美国吧，美国去做一个大数据分析，去超商买尿布的男性会顺便买啤酒。对，这分析出来，就是男性消费者进入超商会买啤酒也会买尿布。那其实这个如果没有透过数据的分析，其实不会联想到。对，就是其实数据越多，你得到的资讯就会越多。所以其实大数据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啊，但是就是会慢慢一直在精进。再来通讯技术。通讯技术的部分，5G， 现在 5G 应该是算普遍了，但是还在发展嘛，大家都是想要再往上发展。然后室内的 WiFi 6， 哦，那这些都是在通讯技术。那通讯技术还有一些 protocol， 刚刚提到的 Meta 的智慧家电的 protocol， 或者是台湾也有在发展自己的智通讯标准。对，然后再来最近很红的 AI， ChatGPT 能够帮智慧建筑做到哪些事情？对，现在也是越来越多人在投入这一块。那云端运算已经讲很久哦，那Google、Amazon 的云端运算也都在跑嘛。那云端运算的另外一边，就是其实我在云端做有一些数据啦，像我们现在要研发的，就是要把一些数据拉到地端来做，不一定要上云。我在 local 能够做一些处理，做一些分析，我就可以更及时的完成一些比较需要及时性的事情。那当然数据一样是往云端丢，那对，就其实这些都是连贯的啦。那最后就是系统整合，这些东西都一定要整合到系统，不管软体、硬体，硬体也在发展，软体也在发展，所以系统整合会是很重要。没有，现在已经不能说一间公司就能够去处理所有事情了。好，那最后我放的是永续管理，永续管理师。现在应该是会越来越夯啦，现在好像都开到第四届还是第五届了，你可以上网去看一下。好，那永续管理师这一个职缺会是所有公司的就是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人。好，现在政府也规定，因为净零碳排的关系，好，政府规定资本额1亿以上的公司一定要有永续委员会做 ESG 这一块，然后每年都要提出永续报告书。对，所以其实不管工学院、商学院在会计那一块已经在推动很一段时间了啦，所以其实我们在工学院也慢慢的要把这样子的概念导入进来。对，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去搜寻一下，对，永续管理师，
有关节能，然后碳排，碳排也有一个证照，对 ，OK， 好，大概这样，有没有？想说一下，就是请问你关于台湾未来的对智慧建筑的发展，毕竟可以看到到处都是电力，然后那些之间就是一般的那些老屋，就是你要做规划的话，应该是很难，就是把那些权，比如说那些房屋所有权，然后土地所有权，你要怎么去看？这个是我现在就是一直在接触的，要跟主管单位，像台北市都发局，都市发展局嘛，都发局去讨论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其实因为台湾是所有房屋土地都是所有权人。的规定嘛，所以我们也不能说是强制，所以只能政府提出一些鼓励的方案来做收购，或者是其实最终取决还是屋主地主本身要不要做这样子的置换啊，不止台湾啊，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状况，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会有钉子户，但是我们也真的没有办法做什么。对，我们就做这样子的推广，然后提出一些标准，提出一些鼓励的方案，然后让建商、让设计师去把这些东西纳入，那纳入之后再来去跟民众去推广，把这些观念带入，就是我做完之后。你能够得到什么效益？对，大概是这样。治安法有各资法啦，各资法是有在规定这件事情，但是，怎么讲？法规啦，法规那边我没有这么熟，对，那有没有办法保护到所有的东西我不确定，但是就是以我现在做的案子的状况啊，资讯安全都会是，这我因为我对的是企业嘛，那这些东西都是企业会去思考的，像刚刚讲到云端，那早期会觉得云，我的资料上云，会不会有问题？就是公司资料上云，会不会被窃取？会不会怎么样嘛？那最近我去讨论了解的，慢慢的去大家能够去接受资料上云这件事情，那还是取决于我用的是什么云。对，就是知名的，我用阿玛龙，用 Google 的，就比较不会，因为现在像云端储存的这些公司，资安对他们来讲就是他们最大的卖点。对，所以以云端来讲，就是要靠这些储存公司来去做保护。那现在有一些资安有一些认证，那取得认证，你就只能就是相信这样子的认证是 OK 的。对，对，目前是这样。我家吗？我家是老公寓，但是我买了很多智慧家庭的东西，装在我家来用。对，这也是我现在这间公司想要发展的，因为刚讲了，我就喜欢去试新的东西。我就买了很多智慧家庭装在家里，就发现我灯控要一个 app， 我空调一个 app， 电视要一个 app， 这完全不 make sense 嘛？这应该物联网的概念是所有东西整合一件事情，甚至我不用去做任何事情。对，但是这是还是会有一个习惯的问题，像刚刚提到的全光电能，全光电能的灯控。跟空调，我们做了一件事情，
是大家都不会想去做，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哎，但是老板同意我们做，我们把大楼里面的空调开关跟照明开关全部藏起来，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动空调，你没有办法去开灯关灯，因为你找不到开关。对，那久而久之，一开始大家不习惯，但是久而久之，全部交给中控去控制，交给 AI 去处理整个环境，大家就习惯了。对，所以这个是未来的趋势。OK， 对，这个是，对，很好问题。刚刚讲到空调会是最大能耗，所以空调的，你可以直接从账单就看出来有没有省。好，那像现在大家知道家电大家在推的嘛，有没有变频？变频的，其实变频空调的概念就是。我能够去随时去调配，不是只有开跟关。对，那空调的就可以在账单上看到。对，如果单纯照明其实看不太出来啦，说真的。对，但是以现在的建案，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啊，它还是转嫁到屋主去做这样的负担。那能够带来什么效益？其实像管委会，让我们一些合作的管委会，其实会出报告，会让住户知道我们做了某项设施、某项系统带来了什么效益。那可能 ROI 回收率几年，那就是要过那个年限嘛。还有什么问题吗？哎，这是我的 LINE 啊，如果说有问题，可以在这边，如果不方便问的话，可以再传讯息跟我说。对，有还有其他问题吗？